大家早上吉祥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昨天啊谈到这个修学的重要观念跟心态中的第二个啊，我们学习要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而每一句。 这个教诲啊，啊，不管是经典的，还是师长老人家的教诲，啊，还是我们善知识的教诲，当下都可以落实。那不能落实啊，那解跟行啊就不相应了，就打成两截了。 那可能在落实上呢，也有一些现实的挑战。那这个时候啊，我们讲到这个心态当中的第四点，啊，是主动，是吧？哎，主动去、啊、解决问题。 人有自心求道，精进不止，会当克果，何怨不得？啊，他有自成的心，要成就；他有自成的心，想把这一句落实，绝对可以做得到。啊，比方说我们讲到老实，啊，老实者严守这三个。 条件师承。哦，那善知识就在你身边，那你更要守。啊，比方说师长老人家没有在我们身边，我们可不可以守？可以守吗？啊，当然，当前啊，我们所学的啊，都依他老人家的指导来学。 根扎好，根扎好了之后呢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。哦，我们不学杂。啊、哦，你比方说，我们看胡小林老师讲敬业三福。啊，他是老人家弟子当中啊，修学进步速度最快的。 啊，这是老人家亲口说的，啊，而且又是落实师傅讲的，修学的基础是什么？三福。基础啊，根基呀、啊，没有这个根深蒂固，才能枝繁叶茂啊。啊，而且他是依据老人家去落实，给我们表演，包含。 王西海老师，啊，那是我们国家公认的孝子，给我们表演，好，是可以做得到的。那真的，我们都依着老人家的教诲，之后还有疑惑了，啊，我们可以善有为一来讨论，啊，那讨论也不是。 胡说八道，讨论的时候依据什么来探讨？经教师傅的教导来探讨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,如,如磨。相信啊，绝大部分的问题都在切磋当中。啊，每个人看的角度不一样，切磋完之后，讨论的很全面。 应该不会有不能解决的问题，啊！真的遇到所有的人探讨完了，我们还是有疑，那还是可以请教到师长老人家，啊！甚至于现在这个百度很方便，是吧？啊，老人家也回答了不少问题，《佛学答问》，啊，打一下相关字。 说不定老人家很多年前就针对这个问题回答过了。哦。老人家让我们很敬佩啊！啊，像老人家威望这么高的啊，效法佛陀啊，慈悲啊，是吧？小小朋友要请教，都给他说法。 不会去分别的啊，所以遇到这样的长者，我们要很珍惜啊。那只要我们有一探讨不出来的，哎，一定有管道啊。啊，你们网上反映呢，最后一定可以问到师长老人家，是吧？那我们还是可以说这三个嘛。好，那假如大家。 有看到哪一句说？我现在这一句绝对不可能落实得了，啊，请大家一定要写上来。好，因为假如还有的话，那代表刚刚承德的话讲错了，那你们一定要写上来，因为我讲错了会怎么样？下错一个字转语，哦，断人会命啊！ 那麻麻烦了，我得到地狱报道了。哦，所以我们已经沟通好了，有这个情况，你们要赶快反馈回来，不然我到地狱去的时候，一见到阎罗王，我说我是被谁害的？哦，还不止一个，有七十多个人。<laughs> 哦，大家听到这里说真倒霉。 早知道就不要认识你。哦，好。呃，说到这里呢，我还是不能出卖大家。啊，真的到第一句了，我应该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啊，人家不肯跟我讲，一定是我没有受戒的态度。啊、哦，这个跟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刚刚说的话收回来，哦，好，啊，这是昨天呢、啊、跟大家讲啊，老实者、啊、严守这三个条件的师承，师、哦、承最重要，不守啊，不容易成就，啊、哦，不要说成就啊，不守啊，要得清净。 要得法喜都不容易，就更谈不上成就了。第二呢，昨天跟大家谈到老实者啊，实真实就不虚。啊，我们学的很扎实呢，那应该是学一句，做一句，啊，体会得、领悟得一句啊，就启许自己。 一定要扎扎实实把它落实下去，啊，相信这些天来啊，李月老师一直强调礼的重要，啊，真学问必以礼得之，啊，而礼它的本质是什么？恭敬心，其实恭敬心就是真心。 道也者，不可虚于离也。所以，这个恭敬心，我们要时时保持。啊，我们体会到了，就要鞭策自己，时时保持。啊，用恭敬心，用真诚心。啊，甚至你已经领会到了，啊，师父说的孝是什么？ 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就是什么自己啊！我孝顺一切人，就是孝顺我的自性啊！甚至于大乘佛法当中的《菩萨戒经》说到一个真相：一切男子是我父。 一切女人是我母啊！因为我们看不到前世了、啊，我们还没有证到那个定功，可以去看过去、去看未来。可是我们可以信圣言量啊，圣人不会妄语啊。哎，信圣言量是善根哦。 没有这样的善根，佛的话也不肯听哦。啊，《金刚经》讲，佛是真愚者、实愚者、如愚者、不狂愚者、不异愚者。那师长老人家也有善巧啊，还真的遇到不肯信佛的，那他就说：“那你说要骗人，总有个目的吧？” 那你说佛要骗你，那他有啥目的啊？啊，人要骗人，一定是他要谋取好处嘛，是不是？他才要骗人嘛。再来，佛的话传到现在都三千多年了，哪一个是被他骗了？照他做的人都很有成就啊。那站着走的，那甚至于就正了。 国位的今生不坏，那九华山就不知道几尊了，是吧？我们现在来佛寺呢，来佛寺就有两尊，嗯 <laughs>，好，那说到这里了，我们以后啊，面对的是现代人了，啊，大家。 对师长老人家这几天呢，讲的教导啊，有没有哪些印象很深的？啊，前几天我才跟大家讲，啊，师长老人家在坐飞机的时候，看到小朋友在干什么？ 打电动玩具，好，结果师长老人家嘛，那回去之后，对着早那个《泰山海应篇》是早餐晚开市嘛，每天半个小时啊，听众大部分是出家人，就从台湾呢、啊、跟师傅到了新加坡，也有在家人，但出家人多数，你们听出来了没有？ 有吧？你看那个言语当中，更何况我们现在出家了，你看那个就是一个对象啊。可是你可不能听到这一句说哦，不是我，那他那又走向了。哦，那你看世迦老人家想到他讲的那这一段，想佛法兴旺。 真正能救这个世间，我们要不认真向佛菩萨学习，做不到。那我们发的就变空愿了、啊。要是真正向佛菩萨学习，所以第一个啊，大家听到根本第一个，这耳朵都要竖起来啊，甚至于师父的设问，那个都是重点。 内行门，看呃内行人看门道啊，事师明，听师从，要听出言语背后的存心跟弦外之意的收获就大了。所以师长说，第一是什么？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连根拔起。接下来开始可精彩了。 师傅都是洞察这个世间的客观状况。其实师傅说：“在过去呀、啊，留一点，你还能有点成就啊，是吧？”啊，但现在这个时代，留一点点了都不行，时代不一样了。啊，也就是说。 我们面对这个环境、啊、恶化到了极处。佛经上讲的五浊恶世啊，浊恶到了极处。啊、哦，要不是以极清净的心，没有办法帮助这些众生。 我们面对着啊，刚刚讲的要极亲近的心呢、啊，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帮助这些众生。其实念到这里啊，我们假如马上先反观一下，我们身边有没有亲戚朋友都在这个时代啊、哦？哎，我们把佛法介绍给他们，他们欢喜了没有？接受了没有？ 哦，oh, 那你看师傅点的，我们没有极亲近的心，没有办法帮助他们。哎，他们跟我们的缘这么近，怎么我们介绍佛法，他不接受，甚至对我们学佛还反感，因为我们没有极亲近的心，因为我们很容易把他们的过失。 落在心上，我们不清净了，见人过了，我们总得要检讨出问题所在，这样才能对症下药，才能解决问题。所以六祖大师说：“若真。” 修道人不见世间过，那代表见世间过就不是修道人了，不是真道人。那我们不是真道人，身边的人看我们不是真道人，他怎么起信呢？他马上就有一个念头了：你都做成这样了，学成这样了，那我怎么敢学？哦。 甚至感觉，哎，怎么学了之后越来越会讲道理，都是用道理压我们。哦，所以师傅这些话，我们假如没有下过真功夫，对治习气、反观自照，这些话听不懂，只是把它当什么，听过了，甚至背起来知识而已，受用不了。 所以，若不反攻内省，图向外辞求，啊，那是很难达到好的效果。啊，所以我们又强调说，佛法是什么？内学。好好，接着师傅又说了。我们面对这些佛家讲的。 面对这些要度的众生，比过去那个时代呀、啊、要困难太多太多。好、哦，分析完了，还干不干？我没强迫你们了、哦，啊、哦，还干哈、哦？啊、哦，那不干要干什么？<laughs> <laughs> 不干要干什么？ 你们要配合一下嘛？不看要干什么？对呀。嗯，啊，所以接着师傅讲，所以我们今天在品德、学问、智慧、善巧方便，如果不能超过古人十倍以上。 做不到，哎哎，接着师傅讲了，我们能不能超过古人？你看设问啊，设问之后后面就是重点了，能不能超过古人？完全在自己一念。应有众生。 而生大悲啊，因有大悲而生菩提心。众生越苦难，你真的越把众生放在心上，你的愿力就上来了。啊，所以自己肯牺牲，就能超过。啊，大家一听到“牺牲”两个字。 先吸几口气，好。接着我们看师傅怎么说：牺牲什么？牺牲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牺牲舍弃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，要把这些东西牺牲掉，要舍得干干净净。 你说师傅讲精精不精彩？环环相扣啊！有一个点的圆呢、啊，就让我们一直延伸到心地的根本，延伸到方方面面的角度。哦，哎，你讲清楚了，接着就给我们 for example。你看师傅接着说，释迦牟尼佛当年是吧 在鹿野苑，五个学生起家的。我们今天也不求多，能有五六个志同道合，就能把佛法再兴旺起来。啊，只要这五六个人，把什么牺牲掉？分别执着，把名闻利养，啊，十六个字牺牲掉了。 就能把佛法再兴旺起来。哦，好,好，故事讲完了，要怎么做才能兴旺起来？学释迦牟尼佛，过最低水平的生活，多具体啊！我们不能听了就过去了。好，从此刻开始。 知足常乐，过最低水平的生活。你看李敏老福报大不大？可是他过最低水平的生活。好，好，当然，假如你现在在喝中药，你不要今天一回去很激动，药不吃了，过最低水平的生活。啊，结果十天以后病得更重，还得。 <laughs> 再花更多钱，哦，我们就是一意不一语，最低水平的生活就是不要起贪求的、贪求物质生活的心，啊，来过生活。接着呢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过原始的生活，油画时间，就能收到效果。 其实，这样的油画，它也是表一个法。国王不干呢，要干什么生活？乞丐、托钵啊，就从生活标准的话是，是乞丐的生活啊，人家给什么吃什么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油画，就给世界人一个很大的问号嘛。 怎么有这样的人？啊，完全不用物质生活，通通放下了，而且还过得这么快乐，哦，然后不是一个人过，一千二百五十五人，那你说世间人一了解了，那我总得去了解了解吧，我不能理解，他就好奇了，啊，啊，所以为什么要八项？ 成道，作诗事件顺世兼顾，因为世间人喜欢物质生活，他就表演全部放下，那众生就好奇，他就要去了解。所以当初啊，我们很多庐江的同仁呢、啊，他们在什么深圳啊、上海啊工作都不错的。 结果都辞掉了，还有一些更厉害的，把房子都卖了，就跟当初这个项羽打仗，啊，叫破釜沉舟，连回去的舟都打掉了，只能往前了。哦，陈德也是很佩服他们。结果三年以后，仗打完了，庐江解散了，居然没有一个同人有怨言。 所以，德是觉得是很佩服，也很对不起他们。啊，有些真的是家都卖掉了。哦，那后来了解到、啊，回去之后呢，福报都还不错啊。陈德这个罪恶感又减轻了一点。所以啊，有时候师傅老人家讲法，那很有人生的阅历跟哲理。他说：“机不可失啊。” 这个三年没了，你要再修也修,修不到了。哎，奇怪了，那为什么这三年的福报这么大？因为它刚好是一个里程碑。哦，那时候整个祖国大陆没有这样的一个中心嘛，所以它一办起来了，那五湖四海的人都来了，哦。 他不只是神州大地的呢，印尼的也有，马来西亚的也有，还有从这个英国、美国飞飞飞回来上课的嘛，好，你就跟全世界的人结法缘了。然后呢，这一些人，他他有共鸣了，他一回去呢，他又在他的地故乡干起来了，成立一个中心了。 所以现在全国各地几百个中心吧，很大的比例啊，都是来过庐江的。那他是好的姻缘跟你有关，你当然得一点福报嘛。哎，好，哦，所以当时候啊，这些同仁们这么好的工作辞掉了，到了这个。 庐江去呀、啊，那些老爷爷、老太太呀、啊，当地的人都非常讶异呀、啊。我们都要往那些地方跑啊，这些人往那个地方跑过来的 <laughs>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有一个好奇，他就来听课了。哦，好，所以我们刚刚念师傅这一段呢。含义很多。啊，我想大家读完这一段。 每个人的领悟啊，可能都不一样，啊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啊，那有一点呢，啊，陈德颖这一段话的用意在啊，师傅都给我们打预防针了，会遇到很多的困难，难度很高哦，是吧？可是重点。 外面的境界在哪？重点下功夫在哪？自己，外面是没有障碍的，事事无碍，只有分别执着才会卡住。爱都在心，静缘无好丑，好丑起于心、哦。再来呢，还有一个重点是呢，哎，度现在的众生很难。 其实、啊，根本的难呢，是我们不够柔软，不够设身处地呀、啊。这个才是难。哦，不够呢，真诚去感通，至诚就可以感通吗？不是讲经的时候自诚感通啊。人与人一相处，只要。 一个人自成星线前，对方就被感动了。天下无不可化之人。请问大家，歌力王什么时候被感动的？是下一辈子。 他遇到佛陀的时候，才感动的吗？什么时候？人都有良心呐、啊！他嗔恨心起的时候，他的真心在不在？可是他抵不过他的嗔恨啊！咔咔咔，最后临迟处死了。佛陀告诉他一句话：“我成佛之后，第一个动力，自诚心现前没有？” 你说他不被感动吗？就结了这个法缘呐、啊，这个法缘是种子啊，下一次怎么样？一见面，你看他速度那么快，佛初转法轮他就开悟了，第一个开悟的。哦，所以老祖宗留这些话都是真理啊，我们不能打折扣啊。哦，来反观就知道我们不主张。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，但恐诚心未至。所以师长老人家在华严，奥旨万境华严观说，菩萨有什么是德嘛？随缘妙用，无方得。 那个妙妙在哪？完全不为自己，就妙了。还有自私，就妙不起来了。儒家也讲啊，事有百折不挠之真心，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啊。方法从哪里来的？真心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方便从哪来的？ 慈悲，这是一个东西，慈悲跟方便是一，不是二。所以为什么菩萨所在之处，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？我们今天所在，众生不欢喜，那是我们没有真正效法佛菩萨的行持啊。问题不在外面啊。 我们有没有随缘妙用？无私无我就妙了。啊，柔和直直摄身的，我们有没有柔软心、体恤的心？哎，我们看这一句，柔和直指直，直直是真诚的，摄身就摄受众生的、啊。 那我们的亲戚朋友不能接受我们，那一定我们不够柔和之至啊。再来还有一个威仪助词有则得，这个威仪助词就是什么身教啊。我们没先把佛法落实，又先要要求他，这在人情上讲不通了，他心里不服的，所以佛法。 觉悟之法跟人情世理也是一不是二啊！所以《论语》里面讲，君子信而后什么？见呢？劝谏呢？信从哪里来？信任是从他认同你啊。那认同从哪里来？你转变了、啊。 你付出了，你让他感受到佛法的殊胜益处了，那他哪有不接受的？哦，嗯，就就有遇到大众，他说我父母，我家里人不能接受《弟子规》，啊，他这么跟我讲，啊，那我接着是跟他说。 你孝顺你爸爸妈妈，你爸爸妈妈会不会反对？他说不会。那你有爱你的兄弟姐妹啊？你兄弟姐妹会不会反对？他说不会啊。哦，那你这个行为很谨慎啊，做事啊、说话啦、啊、做事业都守信用，你家里的人会不会反对？他说不会啊。那你都懂得去爱人。 那你家里的人反不反对？他不反对啊。我说那对呀、啊。那你的家人怎么会反对《弟子规》呢？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啊，他总要把原因找出来，不能着在相上啊。他不是反对《弟子规》，他是反对谁？ 反对学了《弟子规》以后，他们更痛苦，他是反对这个。可是，一般的人会觉得：哦，你表现是啊，学《弟子规》就是这样嘛，因为他还不了解《弟子规》嘛。哦，所以为人演说很重要啊。我们演对了，众生法缘就出现了；演错了，我们是坏了众生的法缘。 那这个是柔和直子色身的，接着呢，普待众生受苦的，啊，众生苦，什么最苦啊，诸位学长，什么最苦？ 可能你会说，师傅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应该没有苦。啊、哦，学佛哪一点最苦？放下习气最苦。啊，事实上放下习气也最乐。放下以后就乐了。放不下的时候，在那里挣扎的时候，拉来拉去挺苦。 甚至有时候还觉得要扒一层皮，是吧？啊，因为太熟了，太熟悉了。好，但是不扒也不行。不扒要干什么？哎，所以纵使生子诸苦中。 如是愿心永不退，当然那个苦吃的多长啊，那因人而而异。啊，善根厚的人一回光返照，就像那个慧可啊，一回来密心了不可得，啊，都是假的，干嘛当真？他就放得下。哦，那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但总是啊。 要下真功夫啊，才放得下习气，啊、哦，甚至于都要有数十回合、数百回合、数千回合，才有可能把那个习气放下。哦、所以夏天居老就是说，啊，学佛的人呢、啊，须发勇猛心，立决定志。 接着呢，不顾生死，不计成败。那个不计成败啊，对峙过习气的人就有体会了。比方说，啊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啊、哦！突然立誓练心，啪一下，生气了。哎呀，这，哎呀，我怎么又生气了？ 又在那里懊恼懊恼了一天一夜，那这个就不对了，不计成败。啊，我听说啊，大家很有福报，啊，一发了愿呢，佛菩萨就加持了，考验马上现前，这是有福报的人。 啊、哦，这个是感应的。啊、哦，比方说，最不喜欢喝萝卜汤，是吧？啊、哦，那一天突然旁边的人说：“我这吃不完，可不可以请你吃？”哦、你刚发愿要突破习气，马上考试就来了。啊、哦，这个时候呢你要啊、哦，自身心感谢佛菩萨真灵。 修行要从最难处刻下去，才是真干嘛。啊，好，啊，所以刚刚讲的要发度一切这个普代众生受苦的，其实现在的众生呢，最难过的是什么关？你就去把它争过了。 你真是普度众生，你真是广修供养。你讲出来的话，娓娓道来，摄受人心，因为你已经过了。那过程当中要经历什么，你都能讲得很清楚。然后别人一看呢，很佩服，又有下手处。我们现在是自己没过。 然后道理压下去，也没下手处，压的对方呢，闷的，闷出病来都有。哦，好，那请教大家，现在人犯的是什么病？要行菩萨道啦，要真帮助众生呢，那得从众生最严重的习气，我先带头，这真的是普代众生受苦的。 师长老人家有一次讲经的时候呢，说到啊，现在的人呢、啊，被二郎神管了，通通归二郎神管。啊，这个二郎神就是财狼跟色狼，被这两个东西给困住了。 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呢、啊，这可不容易哦，尤其男众啊，啊！所以当时候再请大家分享这个《达摩祖师传》，啊，陈德是多么希望啊，哪个男众说，我印象最深的一幕，就是那个兔儿在换衣服的时候。 你有没有看？有时候没有台词啊，比有台词更精彩、更深刻。拍的太细微了。你看那个会可大师的表情动作是什么？你看看，然后过来的时候，你看那个要要忍忍功，要忍到什？ 很用力呀、啊！最后下一幕是什么？拍他一下，那个已经表现出来。你要过这一个关，谈何容易呀、啊！所以今天实在讲，我们诸位男学长，假如有一个人真的把这个放下了。 你会不会很想听他讲，听他分享他是怎么过来的？你绝对竖着大耳朵听啊！那你真正是成就他，尤其是最难的一关啊！所以为什么《楞严经》说的啊？五个清净明慧啊，杀、道。 淫旺酒嘛，可是这五个清净明毁，重点在哪？清净明毁，清净心生佛果，这是讲给要出离生死的人听的。所以一般受五戒是杀到赢为什么杀摆前面？杀很损福报啊，世间的人他还不见得要出离啊。 佛也是都随顺众生，给他修福报。当然，轮回当中啊，杀业也是重要因素。啊、哦，这个人死为阳啊，阳死为人，你欠的这个命债，欠的吃人家的肉债啊，都要还的。 所以这个断除肉食啊，还是挺重要的。好像《楞严经》上就是讲嘛：“汝还我命，好像汝杀我身，我还汝在，就是以是因缘，经百千劫。” 常在生死，哎，还来还去嘛，冤冤相报嘛，哎，可是谈到赢这方面，啊，任延金讲，赢心不除，成不能除。这句话讲完了，后面假如不再说两句啊。 可能回去就有人要出状况了，尤其有家庭的人，哇！一听完，啊，上了四十五天的课啊，啊，一回去呢就跟他另一半分房了，哦，然后这个对方都完全不能理解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另一半越想越郁闷。 然后说：“这四十五天到底是谁在讲课？啊，原来是那个什么陈德法师。那这个我跟他的缘就完蛋了啊！所以你看，师傅讲经，通通要放下结果就有同学找去去去找师傅，师傅。” 我工作也辞掉了，我家里呢我也不管了，我全放下了。师傅看着他说：“我是叫你心上放下，我不是叫你世上。”嗯，好，接下来讲一句很重要的师傅的教诲，也是师傅他老人家游步三界，无所挂碍，开示正道。 肚位肚子的心法，哪一句呢？啊，有一次啊，因为师长老人家油画世界，就遇到要填资料嘛，啊，结果填资料呢，其中有一栏叫兴趣栏，啊，不知道大家会写什么啊？结果师傅呢看了，他也。 很认真的填写，填写完之后，弟子们一看，兴趣横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这个时代啊，要利益众生啊，难度十倍以上。刚刚我们刚念完吧，你没有真正的，没有超过古人。 啊，十倍的智哎，道德学问智慧还有什么善巧方便做不到？所以这个时代啊，你处事要圆融，真的要学华严，才能够利益到现在的众生呢。现在众生着相，我们自己也着，通通对立起来了。 我们得要没世事无碍的心境呢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才行了，才能跟他和光同尘。所以，是我们这个五欲的心要不断的淡，严以律己，对别人呢？ 都能理解，这是正常的，宽以待人。而且很多事啊，我们不是说硬干的，要跟大自然学习。请问大家，你要吃个桃子，什么时候去摘呀、啊？熟的时候嘛。 甚至于是熟的时候，你不摘，它自己就掉下来了。对呀、啊，什么事情啊？神锯木断，言滴石穿，水到渠成，瓜熟蒂落。无欲的东西，自己要下功夫调伏。 而且要带头产生法喜，一有法喜，你另一半慢慢就感觉到，哎呀，这个法喜很好。一个人的精神层面不断提升的时候，物质生活不是他刻意要去断的，他自自然然就轻了，而且他什么时候轻了，他自己都都不知道。 请问大家，你昨天是几点几分几秒睡着的？知不知道？不知道吧？对呀、啊。什么时候把烦烦恼降服的？不知道。他就这样慢慢慢慢，就自然果子就掉下来了嘛。哎，我们都是太强求了。 甚至于是太对立，甚至于太要求别人，所以搞得自己也很委屈。明明我都是为他们好，怎么搞成这样？大家在菩提路上有没有觉得委屈啊？有吧，也挺委屈的吧。<laughs> 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师傅从。 五千年老祖宗智慧当中，给我们挑出来的那一句心法：“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”好，那一直在跟大家交流到，我们跟着他老人家学习，要善于观察。 我们为什么三十二拜每一句都有一心观礼？会关照、会观察的人，那三十二拜念下来，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，你已经绕圆满回来了，有没有？所有诸大菩萨是那个阿弥陀佛，包含一报的所有的庄严啊，甚至于禅。 密、律、净的教诲都在里面了，所以我们重要的是要去领悟，不能走形式，不能把定课变形式，不能把回向变成形式，这个都受益不了了。哎，回向最重要的是什么？ 扩宽心量，我们每天都回向，心量扩宽没有？每天都给父母回向，心会不柔软？那那个回向还走形式的？一个人两三年跟父母做回向，都是发自真心的，他会心地不柔软？这我不相信。 所以我们的心都没有很明显的变化，那我们很多的修学都变走形式了。所以师长也教会我们，不要早上去骗佛菩萨一次，晚上又去骗佛菩萨一次，太忍太忍心了。你看孔子说：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” 八亿五鱼艇，你怎么做得出这样的事出来呢 <laughs>？那我们怎么可以做出骗佛菩萨的行为出来？这个不不不忍心这么做。啊。我们这颗观照的心、观察的心起来了。你听师傅讲一句经文，你的字受用、他受用，像泉水一样涌出来。 比方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。师长老人家当时候，承德2千零二年七月，啊，去晋中学院学习。结果当时候，师长老人家交代我们四众弟子做一件事儿：收集西方科学家研究出来轮回转世的理论跟例子。 好，陈德说到这里，请问大家，你领会到什么？有没有领会到《楞严经》上讲的哪一句？随众生心，因所知量。《楞严经》高不高？ 那言经在哪？就在跟社会大众相处当中啊！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师傅讲经，哇，那讲起来娓娓道来，量子力学家可能都讲不过他，有没有？哎，那师傅这初初中毕业，高中才读了半年。 为什么他量子力学可以跟你讲？啊，爱因斯坦的老师普朗克，啊，他量子力学他开始研究了。哦，那现在的量子力学研究什么？一秒钟一千亿次生命，就是讲这些。请问大家，师傅为什么都讲这些科学报告？ 请问诸位学长，你们小学的时候有没有学科学？对呀、啊，每个人都学科学，跟以前时代不一样。以前的时代，每个人都学因果啊。<laughs> 不读诗、不识字的人，谁不知道勤快最后的下场是怎么样？啊、哦，谁不知道范仲淹以后怎么了？大家看那些啊、哦，看到二人。 打打，打呵呵看得好了，好好，你、那、看、个、那个戏剧，忠孝节义都教了，大家都学过。现在这个没学过了，你一讲迷信，一讲科学，嗯，我们是学科学的。师傅让我们收集，不也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？ 你不能只是哦，收集好，收集好，讲讲好，学到什么不知道，那不是白白跟呢，白讲了啊！所以当时候啊，就有同学，那时候我们一起去参加的这些学长们就开始收集，而且要把他们从英文翻译成中文。哎，你们去就能派得上。 用场了，我去就没办法了，因为 My English is very poor，什 s o <laughs> so，<laughs> 挺差的了啊，嗯，那都没我的事了，但是没你的事就不能修功德、啊，这么分别。 啊，我我不能参与了，就很失落。看人家上去又很嫉妒，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，还是修无量无边功德，都在一念之间。啊，人家上去了，哎，好讲得好，很专注听。啊、哦，他看着我的眼神越来越有灵感。我的功德跟他平等平等、啊、师傅都教过了，我们得用啊。 哦，师父还讲，你去听经，听刚念讲的人的功德，超过听人家已经讲很多年的，有没有道理？那个讲很多年的，你有去没去不影响他；那个刚学的，你一句很专注，你把他的出发心一直扶持起来了，所以那个功德更大。哦，结果、啊、很有意思。 有一天呢，我们有一个学长，啊，他被分配了任务，啊，突然跑到我的前面来，我觉得你讲这个课很适合，然后他手上一叠资料啊，啪就放我面前，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了，啊，你们有没有看过电影里面，连话都来不及讲，他已经离你而去了。啊。 <laughs> 然后呢，我就拿着那一份资料，回到寝室。第一件事，上厕所。五天以后要讲课，而且是上那个金州学院的大的教室。好，去过的人应该知道嘛。好，后面一尊佛很大，左边。 四库全书一套，右边大藏经什么？师傅老人家的家当啊，搬搬搬搬，最后搬到这个学院去了。哇，那些书都很珍贵的。哦，要坐在上面呢、啊，不紧张啊，也不容易，有一点坐上去，威武。 哦，这个磁场很很这个庄严肃穆就对了啊、哦，所以你你看人家那个资料一拿过来，我的定功有多少？一考就考出来了，一点定功都没有，回去就先上厕所，肠胃马上有反应了，呵呵很紧张了哈、哦。哦，后来就一直在那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 不能紧张，不能紧张，也知道紧张不对了，控控制不了一不能紧张，不能啊，也不知道练了多久，有点缓和过来了，赶紧找人帮忙 <laughs>。哦，就去找一些英文比较好的帮我翻译 <laughs>，就开始，宁为成功找方法，不为失败找借口。 所以，修学很重要的心态要什么？主动学习，主动突破，主动解决问题，这个态度重要。那后来啊，当时候呢，这个讲课前两天呢，还安排一个试讲。 当时候我们何美惠老师啊，我们香港何美惠老师啊，她好像有一个专题是讲那个忏悔，哦，还有一个专题是讲那个修兰博士是吧？当时候陈德去的时候啊，他也是再加深啊，已经在台上讲经了，讲那点讲座。 所以这何老师都是承德的老师。当时候我们去佛学讲座，都是向他们学习的。啊，他给我很好的指导啊，因为讲完就回馈嘛。我写了一大张，很宝贵啊，所有的人都给我意见。啊，结果那一堂课讲下来啊，我那个紧张还没解除啊，这些给我意见的人就过来，拉着我的手说。 哎、欸，我给你提意见呢，你改了不少哎。你看他比我还高兴呢、啊。你说这一些这么好的学同参道友，这个恩德大不大？很有恩啊！他那个成就我的心啊，我有一点进步，他比我还高兴。而那一次讲课啊，真的印象很深啊，有一个例子。 有一个印度的女孩，还不到十岁，啊，她呢，啊，陈德讲这个故事的用意就是说，我们说因果通三世，可是我们现在只有这一生呢、啊，啊，有没有过去？有是你讲的，你要说服我，你拿证据来，是吧？ 好，那假如相信有过去生，那未来世的答案就解决了嘛，是不是？有过去，有现在嘛？那有现在，就有未来嘛？它相续的嘛？哎，因为现在也将是未来的过去嘛。承德是大学的时候看过魏斯博士的第一本书。 你们看过吗？啊，魏斯四书，他出了四本书，通通谈轮回转世的。那时候我好像是大一，大学一年级。有一个点大家要了解，魏斯博士是天主教。 所以天主教徒里面有没有佛菩萨视线？对呀、啊，只是我们不认识他。他是医生哦，很多病治不好，最后呢，碰巧进入催眠状态，结果他就给很多病患催眠，他前世那个记忆太深刻的。 然后带到这一世，比方说这一世，一看到池塘，一看到游泳池就吓得不行。请问大家，那游泳池他这一生才看到，为什么就吓得要死？DNA 里面有这个基因吗？<laughs> 这个是果啊，因在哪？ 明明这一次聚会，这三个人我第一次见，长得身高也差不多，啊，相貌也没差很多，为什么这一个看得很欢喜，另一个看呢，说不上来，就很不顺眼。哎，明明第一次啊，那姻缘原因在哪？坏，哎。 真理在哪？你会思维的人，所有的事不离什么因果？它因果一直在相续嘛。肯静下心来的人，这些问题应该能想得通。哎，哦，那个西方的那些研究报告里面最多的。 胎记，有一些人那个胎记一片很大，甚至有一些呢，胎记还凹进去，脊椎骨旁边凹进去。后来一催眠，前世啊，被机关枪扫射给射死的，那个弹头就在他脊椎骨旁边。一切法。 从心想神，他太深刻了，这个记忆的深刻在阿赖耶识太强了，这个种子太强，带到什么下意识，所以他那些地方有胎记，很有味道啊。那陈德讲这个故事呢，科学家他们发现了太多人记得前世。 很有意思啊！我们不知道哪一省的电视台啊，有一一次的节目叫《再生人》，我看过，好像是江西还是哪里？哎，应该是比较是长江流域，江西、安徽啊那一带。他不是一个人再生人哦、啊，那一个村落里面呢、啊，好多。 好多人都有两对父母，因为他死了以后又投胎又记得前一世的，然后就通通都是相认的，很有意思。古代就有这个例子嘛？黄庭坚先生哦，那二十四孝之一啊，每天太史这么大官回去都给他妈妈洗尿桶。 好像每一天没帮妈妈做什么，就觉得心里不踏实。啊，其实陈德看到这里是非常感动。陈德这十几年常年在外啊，啊，诸位学长，你有在家可以侍奉父母的机会啊，这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，也是最享受的事情。 啊，有时候回到家，我觉得可能帮妈妈扫扫地呀、啊，都觉得很快乐。啊，平常都没这个机会。哎，那黄庭坚先生常常做梦，梦到自己在吃芹菜面，而且梦非常清楚，啊，实在太清楚了。 他就循着梦境啊，去找那些路，结果真的找到了他吃芹菜面那个地方。他就敲门，一个老太太开门了，啊，然后因为黄庭坚也学佛，他跟这个老太太聊啊聊，就就老太太就聊到，啊前几天呢、啊。 我那个死去的女儿的、啊、忌日，啊，她十八岁就死了。她生前呢、啊，最喜欢吃芹菜面，我都在那一天给她煮，供给她。完了，黄庭坚他学佛，他听到这里啊，他明白了什么？他都梦到自己吃芹菜面嘛。 啊，所以诸位学长，你供养祖先，祖先吃不吃得到啊？时空是假的，是吧？真心就感通了。啊，诸位现在供养不供养得到清净海会众菩萨？供不供养得到？嗯。 哦，那就已经了解到啊，这个是他前世的母亲了。还、啊、越聊越多啊，为什么很聊得来？前世母女怎么会聊不来？嗯，很轻啊，聊聊聊。我那女儿啊，特别喜欢看书，特别喜欢写文章。可是呢，她写的那些文章啊，都锁到那个柜子里面。 所放在哪？我也找不到。就这么一讲啊，黄庭坚就有灵感了，就去找到了，因为他放的嘛。找到以后呢，把那个柜子一打开啊，这个十八岁的少女写的文章，他就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他就大吃一惊，跟他这一生的文笔，他是考上进士的，那文笔有多好、啊。 他说：“差不多。”后人看到这个公案呢，写了一句很有味道的话，啊，说“书到今生读已迟”。哎，这个话你们要会听哦，不然听完这样算了吧，还是不去汉学院了吧来不及了啊！我这就听错了啊。 这句话会听的人，就深信因果，人家有那个能力，不是什么偶然的，那是修来的，别嫉妒了。可是告诉大家，是修来的比较多，还是性德里面的比较多？对呀、啊，那性德里面的可不可以把它开发出？ 对呀、啊，所以会开发的人不识字，听了半部《金刚经》，何其以自信，本自清净，是吧？哎，哎，本来很迟钝的，他懂得开发自信的方法，念这一句“万德洪明，人灭众罪”，果能一向专念，自然够障消除。 不但道心纯属，且可福慧增长。这个方法是直接把信德的宝藏智慧开出来呢。所以你听到这句话有什么好难过的？你应该马上想到：无量光寿是我本觉，起心念佛方明始觉，托彼一阵显我自心，十本不离。 直觉你可能几年就念开悟了嘛？好，所以这一个故事啊，你看每一个故事事中有理啊，这些道理就让我们得到人生的启发跟阅历。好，好，那这个是古代的，再拉回来，我刚刚讲的研究的这个，记得前世。 他不到十岁，前世记得清清楚楚，结果科学家就来了，然后就跟着他，由他带路，就到了他前世的家，因为家里人都觉得他胡闹嘛，啊，科学家也进驻了，做个案就带去了，啊，到了之后啊，就出来迎接的呢。 是他前世的儿子，那儿子已经长大了，大人了，就出来迎接。啊，那科学家知道嘛？他两边都了解了，给他哦，这个是你某某亲戚，啊，这个不到十岁的女孩子，不对，他是我儿子。然后看着这个大人的眼神呢，就像妈妈看到儿子一样。你说科学家看到这个景象，也觉得。 不可思议嘛！啊，就是那种慈母的眼神，就马上现钱，才十十岁不到啊！好，好接着好，迎接了进去了，看到他前世的先生，旁边还有一个女人，哇！一下子这个这么小的小女孩啊，看到那个女人的时候，触境十足。 喝山西的老醋，啊，就很生气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接着啊，这个科学家看到这一些景象啊，就觉得不可思议，啊，就再问了一个问题，啊，说这个有没有哪一件事啊？ 只有你这个前世的先生跟你知道的，这样就好测试嘛。科学家也挺厉害的，很会问问题啊。啊，这个就没有办法先套了吧，是吧？啊，这个小女孩说，她前世借我多少钱没有还，只有他知道跟我知道。哇，她先生吓了一大跳。 慢慢，马上点点头。有这个事，有这个事。好 <laughs>、哦，故事说完了。事中有理呀、啊。我们体会到什么？第一个，有没有占便宜的事儿？有没有吃亏的事儿？没有。他记得啊。 下一次一遇到了得什么？还？怎么还？连本带利。哦，这个因果可厉害了，算的不会比那个学经济学的差，连本带利不会比银行界的人差，算的都很准。好，讲到这里，再举一个例子。 啊，在美国有一个人,人呢，他的朋友给他借了一笔钱，不还他，他气到都已经快都已经得忧郁症，去找医生了。啊、哦，为什么他那么生气呢？他在这么困难的时候，我这么仗义帮他，他现在有钱了还不还我，生不生气？ 你说气不气？哇！你们的定功很好，原来你们现在已经练出金钟罩、铁布衫，你们怎么练的？深信因果。哦，你们不是四十五天就练成了，你们两个礼拜多就练成了。啊、哦，所以以前少林寺啊。 要出山呢，得要先过哪一关？嗯，得要练成打得出去的人才能出去啊！哦，你们练的速度比较快一点，好。所以你说世间人看这个相啊，说不生气哦，不可能尤其现在人都没学伦理道德，那更严重了。 所以，在这个世间呢，不得忧郁症呢，也挺不简单的。太多是看不明白而气到最后，不生病都难。后来呢，他被催眠，前世是什么呢？他到一个饭店去住了好多天，可能住了也有十多天吧。 结果住住住啊，刚好遇到老板去世了。他心里想什么？没人给他收房租了，他就没付了。他都死了嘛？嗯，他死了，他有孩子，他有家庭啊，你还是要还到位才行啊。啊，所以几百年以后啊。 又遇上了，连本带利给他要回来了，所以他气得半死。其实都是因果啊！所以这个小女孩这件事就提醒我们：没有吃亏也没有占便宜的事情啊！甚至于你还要再高一层，这一生要做佛的人，要抱什么态度？ 我欠人家的欢欢喜喜还，别人欠我的我一个都不要了。你要一个，他就把你牵到轮回去了，是吧？你还有一件放不下的事吗？娑婆有一爱之不清，你这个也是贪求啊。临终被此爱所牵，就把你拉回来了。好，再来。 这个小女孩看到她先生后面娶的人，就这么生气，啊！刚刚讲了我们男学长要突破最难的地方，我怕他们心里不大平衡，啊！所以，包含包含，现在也要谈谈我们女学长可能最重的问题。 富有众生，啊，虽众善根，作大福田，哦，这个都不简单啊、哦！但下面情哎取向分别情执深重，求出轮回，终不能得。所以《楞严经》一句啊。 把男人、女人轮回最重要的因给点出来了。啊，汝爱我心，我怜汝色。 接着讲，以是因缘，经百千劫，常在禅福。我们说有一句成语叫“缠绵悱恻”，哎，你们没有听过这一句吗？听过吗？“缠绵悱恻”啊，连在一起呀、啊，怎么啦？ 又连回去了。哦，我爱汝色，啊汝爱我心，我怜汝色。已是因缘，经，百千劫常在缠缚。还有一句俗话，大家都比较熟悉的：“女为悦己者。” 荣，听过吧？哎呦，这一句也是身冠顶阶呀、啊，受菩提记呀、啊。这一句，女众真的看破就接着放下了，六道拉不住你了。啊、哦，我们禅门有一个人叫金碧峰啊，啊，他入定很厉害啊，他寿命到了。 那个黑白无常在那找不到他，没有办法交差呀、啊。结果听说这个金碧峰啊，最喜欢他那个金子做的钵是吧？很很漂亮的钵啊，他最放不下。哦，结果打听到了呢，这个黑白无常就去。 碰他那个钵，让那个钵一出生呢，他就出定了。一出定，呵，把他的魂魄抓住了。哦、结果这个禅禅师就给这个黑白无常讲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个最遗憾的就是，能不能再让我摸摸这个钵再走？” 这个黑白无常啊，挺慈悲仁慈的啊、哦。这个摸一下，这个也不是什么多高的要求吧？给你摸吧啊。这个禅师啊，一摸着那个钵啊，抓起来就把那个钵啊，啪，摔一个粉碎呀、啊。他唯一执着的东西没了，啪，哇，哪里去了？怎么？ 有一句祖师法语说：“人生是瓦盆啊，打破了方见真空啊。人生是瓦盆、啊、打破了方见真空啊。我们都被这个瓦盆给框住了。” 什么是瓦盆呢、啊？这个身体呀、啊，所以师长老人家说：“为什么放不下？因为我们没有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没有真正明白放下不难，没有真正通达看透真相。” 所以我们迷迷在哪里？迷在把迷在把阿赖耶识里面的相分当中的一分当做我。真正的我是什么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我。师父说：“恭喜你。” 你正法身呐、啊，法身是本来的身啊！现在为什么搞成这样？错认本来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我，现在错认这个臭皮囊是我，那能力小到可怜啊！好像也是《楞严经》吧？不知道是哪部经。 有一个比喻吗？大海中有一个什么小水泡？那个小水泡是谁？自己。其实它本来是什么？大海。他现在自己是大海，忘了，然后一直，我就是这个水泡，我就是这只蚂蚁，坚固的执着。 所以七尊佛出世了，那一窝蚂蚁还是蚂蚁。所以你看，见思烦恼第一个是什么？身见呐、啊。所以世上老人家很善巧，念念为众生，就是真正为自己，因为众生就是自己啊。 自性是众生，故愿度脱；自性是佛道，故愿成就。不见一法，离心别有。那请问大家，没有一法离心别有，那你看这个人骂你，那个人是谁？ 那是你的心变现的、啊，所以苏东坡那个公案也很有味道吧？他讲给他妹妹听，他妹妹说：“哥哥啊，你输的好惨、啊，人家心中有佛啊，见人都是佛啊，你心中有份呐、啊，所以你见人是份呐。” 哎，这个开示是邪正真伪大小偏圆哦。哎，用这个故事来讲，挺有味道的。哦，哎，苏东坡的故事可以讲邪正真伪大小偏圆。哦，不救自心，但知外物。哦，这个。 这个外浊，啊不，内浊外清，使情中堕，虽有好心，多为名利之所夹杂；虽有善法，复为罪业之所染污。那八风不也都会染污吗？哦，好，那。 身见要放下，情执要放下。哎，我好像跟你们讲过那个中秋节，有一个同修给陈德寄了一首寄来，讲过没有？讲过了吧？我们复习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吟诵一下，啊、哦，不是朗诵一下，《随文入观》。 但愿人长久，唯有念弥陀。亲眷永团聚，法界逍遥游。你看，有情执的人，他真的看到这个真相。其实有情执的人，也不是不好啊。黄念祖老居士说。 无情不能修道啊！你连世间这种情意都提不起来，那不是个木头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那不是就变机器人了、啊？变木头了？可是你这个情一了解真相一转，就是菩提心了，就是。 广度你的亲人跟有缘人的愿力了吗？哦，所以我们一直在交流，你会吗？要会转呢、啊。刚刚讲到说，女越为越吉者荣啊，就是有人欣赏。 你就非常的有劲，啊，这个好话一句，做牛做马都愿意。可是问题是，假如没有好话，那怎么样？就跟消了气的气球一样了，就会非常在乎。 你在乎的人的一举一动，甚至是一颦一笑，或者是一个表情，都可以让你三天吃不下饭，或者三天高兴的在那跳舞。可是这个都是什么？情执，都是贪爱。 所以现在的女众啊，假如去看古代那个八德育课本那些女性啊，我看他们看了会有点格格不入，不能理解，这些人疯了。哎，那个德育故事里面有火灾啊，他出来以后啊，说公公婆婆在里面，他又要冲进去啊。 别人拉他，你你去，你找死啊！他说你们不要拦我，啪就进去了，就死了。哇！所以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上课的时候，那个有一位女士啊，她可能也是到就是留学啊这些的，她就看到这些公安就是那个表情，就是这根本就是。 封建迷信，啊 <laughs>、哦！目前当目其心呐。那个时代人的心境是什么？那个时候人的心境是，他的生命是轻的，他有没有？ 符合良心，他有没有符合道义？这个是他最重要的。他觉得，假如我活了，我的公公婆婆死了，我没有脸活在这个世间了。所以，哪怕有死的危险，我还要下去救。古人是生命不是第一位啊。 我们现在因为从小就是享福了，这个身很重要啊，自己的感受很重要，通通都是自己第一呀、啊，所以一看这个东西完全格格不入了。哦好，哦所以刚刚谈这段呢，也是我们。 在修学态度当中，啊，老实听话，啊，我们听话修行从哪里下手？啊，从菩提心还有没有？了凡四训告诉我们，先难，啊，从最难处。 克将去，师父讲经也说嘛，你先把最严重的那个克服了，其他的，小菜两三盘嘛，这个才是真干呢、啊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最严重的那个，我们找到没有？找到了，就是打破自欺了，没找到。 打破自己，前面还有一关。请问，于静义公遇到赵神爷以前，他知不知道自己的问题？不知道，所以他不知道他自己自欺，他都不知道。那是什么关？习气使然。 浑然不知，他看不到，所以为什么《弟子规》要说“闻欲恐，闻过心”？其实呢，我们再回想一下，谁最了解自己？父母还有没有？另一半？ 其实就是最亲的人，最了解自己。好，那说到这里呢，我们父母从小到大叮咛我们最多的，孩子啊，你要注意什么啊？尤其要出门前要注意这个啊。来，大家有没有回想到了？改了没有？ Key point：父母最了解我们，他最不放心那一个点，很可能就是我们最严重的袭击。可是没有走入真干呢、啊，我们哪怕修了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那个最严重的还是没有放下，还是没有去对峙。 所以师长老人家，昨天好像开始嘛，啊，我们走的是开悟的路，怎么开悟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。听到这里，师父又补了一句，因为我们听到这里，不到。啊，接着师父补了一句，放下一分。 智慧就透出一分，放下两分，智慧就透出两分。所以，绝对只要有放下习气，人就不一样了。大家仔细去观察你们小家庭的时候，那个宿主的哭的很厉害的，他的脸马上色彩都不一样。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流行这一点，本来看起来有点暗暗的，有时候那种脸色啊，皮肤黑的人呢、啊、亮，皮肤白的人暗。你不要以为就是黑的人就不亮哦，那个黑白是生的不能改的吧，是吧？但是他那个心境很这个明朗的时候，他的。 很法喜的时候，它是亮的、嗯。哦，它有放下，它就不一样。我们就别说别人了，就照自己的脸就好了。<laughs> 哦，你要几天很郁闷的，在在那个镜子面前，啊，照一照，哎，突然听了什么经了，做了什么事突破了啊，在跳跳着到镜子面前一看，哎，变了一个人。 所以这个，这个真干放下很重要。从最难下，啊，所以刚刚讲的点出来，可能男重最重的，可能女重最重的，可能自己最重的，我们得要找出来，啊，发现自己的过失叫开悟。 改正自己的过失，叫真修行，啊，我们就走路是修了，啊，好，啊，昨天跟大家还讲到老实这个实字就不欺啊，就慎独。 再来老实的，就随顺圣贤、佛菩萨教诲，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。啊，老实啊，就守本分，敦伦敬分，贤且纯臣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这一句是印主的心法。 啊，对我们来理解老师啊，也很有帮助。啊，再来是一句啊，下联居老居士的教导，他老人家说呢：但有一毫烦情，情绪化上来了，这烦情哦，五欲六尘，贪着的心起来了，贪嗔痴慢起来了，烦情。 啊！但有一毫凡情圣解，这个圣解就啊，我是不是开悟了？啊，我我是不是，呃，这我这个瑞相太稀有了，啊，这个这些念头，啊，甚至于你在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，佛，什么时候开悟阿弥陀佛阿弥陀，佛，什么时候功夫得利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这都不行。 这个都是即是治欺，即非老实。哦，所以你看夏老就是祖师，他们很慈悲，讲的可周到，可细腻了。教的你珍惜这些法语啊，承德真的觉得跟手把手教啊没有两样。你看这一句，不念过去，不念未来。 专念现前一句，不很复杂吧？就是你专念阿弥陀佛，字句分明啊、哦。下下一句，不求一心，不断妄想。啊，你你不要在那里，什么时候一心不乱啊？你也不要在那里。 什么时候可以辅助烦恼？什么时候可以辅助妄想？都不用，啊，不求一心，不断妄想，只要字句分明。真的这么做了，嗯，念个半年就不一样了。好，好。那今天呢，就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